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电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悲伤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朋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那咱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控制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节目是伫个阿宏中药电台，每工拜到拜五下晡时2点开始，啊个4点。伊阮有小弟阿宏诚恳，甲咱朋友。观众作为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，来，咱赶紧来看最新的这个消息哦。那么，民进党这个前发言人徐嘉清，伊伫咧讲，伊讲吼，阿扁啊，曾经吼收这个营造业的吼，有几落十亿安尼啦，即马已经轰动全国。台湾全国啊，即马爱讲台湾国哦，较早若讲中国吼，啊，民进党支持的遮吼，啊，大家都骄到无啦去啦，吼，讲到啊讲台湾就对了，哈哈，是意识形态。好啦，咱来看内容吼，根据这个《苹果日报》伫咧报道，伊讲哦，民主进步党吼。伊个即个发言人呐、啊，哦，前啊就对啦，伊即嘛辞职啦，吼、哦，也伊即个《苹果日报》报出来是算讲正经的，吼、哦，啊伊了后蹦出来了后，伊才辞职的，吼、哦，《苹果日报》偏出来了后，伊才辞职的，所以正经就是讲民进党，民主进步党伊个即个发言人徐嘉清，第一日前啊。
去美国演讲的时阵表示啦，有大老板曾经甲伊讲安尼啦。我看伊即马讲曾经甲伊讲，但是应该有伫现场。伊大声的时阵安尼啊，唔爱讲伊有现场的啦。伊讲曾经的时阵啊，大头家甲即个算讲用作，算讲即算用作业的啦。那么大头家伫甲伊讲。伊讲有一边前总统陈水扁叫因大家做伙安尼啦，我规间房间几啊十个人拢是用作业余的这个大头家哩，每一个人拢出什么啊？有诶出新台币3000万，有诶出新台币5000万呢，伊讲安尼落来就差不多过了10亿安尼啦。那么根据伊伫咧讲，就是徐家清啦，伊伫咧讲，伊讲陈水扁有贡献啦，但是无代表讲会当忽略到陈水扁厝诶翻伊诶即个厝安尼啦。陈水扁被判刑是因为汇钱，汇钱到海外，以及着洗钱等等即个争议，民进党一定要勇敢面对过去，才会无厘清伊的这个问题安尼啦。啊，要哪厘清啦？是要哪厘清啦？敢若会当厘清？有的安尼民，迄个民进党的有的拢唔敢讲呢，点点对唔对啦？讲到到底，拢会顺啊国民党咧追杀啦，无就什么政治什么遐啦，伊就是一个什么政治的这个受害者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免啊厘清，我问你啦，这个徐家清当然啦，你良心发现无唔对啦，但是民进党有几个人良心发现的嘛？有无？有几个无？即马所知你一个嘛？佫有上进前在上有讲，讲陈水扁应该要承认伊的这个错误，啥物对不对啦？但是伊死都唔认错啊，对不对啦？你甲看，伊刷落去的时阵啊，病了后，伊佫也要的时阵会当去共助选啥物啊？我看哈，这个实在有影哦，讲到到底都天乌一边啊！那么伊自我徐家清伫个表示啊。无人敢讲陈水扁的这个囝陈志忠，因为伊是陈水扁的这个囝。但是的阵安尼啊，陈志忠对台湾有甚物贡献？选举的时阵想要安怎就安怎，那么民进党还佫曾经为着这个陈志忠，落一席伊的这个立委安尼呢？现在又搁要予伊入党，希望讲搁再被提名，那么来选立委的。但是个时阵，陈志忠有做过啥物贡献？有做过啥物对民进党伊个即个奋斗？有啊无？大家想看卖啊。那么前总统陈水扁被捕，曾经收建商几十亿。陈水扁的囝陈志忠今日在表示啊，当然伊嘛承认无，对不对？这想嘛知，伊在表示啦，讲伊要伊退选，那么无必要抹黑因平东的这个老爸啊，甲因厝的这个人安尼啦，伊唔是政二代啊。伊讲我是人民选，人民派安尼啦。那即句我就无赞同啦。安怎讲？伊当然啦，伊进前的时阵脱党，对不对啦？出来家己选，那你想，伊进前那是民进党的提名，伊是毋是嘛是家己个出来选啊？伊讲人民派，那即句话就讲唔对啊。是不是安尼？民进党派的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是无民进党派，你要安怎有迄个资格通去出来选啊？
想就知影嘛。你即马若搁入党，你要出选，是毋是嘛？是民进党派你出来，对毋对啦？所以我定定咧讲，这政治人物就是安尼，乱人讲话啊！啊，伊讲的就算安尼就对个啦，别人讲的拢无唔对安尼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伊讲哦，我是基层，也是一代安尼啦。啊，你该想。啊，基层的是不是的时阵，那嘛是靠因老爸啊呀，对不对？伊有啥物基层？啊，伊有啥物基层啊？我请教，咱这个陈弟兄，你有啥物基层？你的基层不是讲阮靠恁老爸的名声？哎呦，啊，这个弟啊，这弟兄啊，啊，弟兄啊，都阿扁啊因囝啊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我定定咧讲这政治人物啊，啊，随随便便拢会使讲的就对了，伊要讲安怎就讲安怎。啊！啊有影咧，无怪的时阵安尼啊。啊，这个市家清，伊伫咧讲都有影，伊要讲安怎就讲安怎咧，对不对啦？啊。那么这个病啊，这个医疗小组成员，啊，那么陈教主，啊，伫咧早起，在这个阿民书啊来大门啊。转达到这个病啊，对这个代志的这个看法。那么，陈教主伊伫咧讲，当然病啊嘛讲无，吼，想着知影啦，可会使讲，哈。那么，陈教主，当然伊伫咧讲啦，伊讲医疗小组陈顺生教授今日早起就入去甲安慰啊啦，哎呦。陈总统，卖生气啦，卖生气啦，哦，啊，当然啦，伊即马伫外口，拢嘛随知影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所以就是有人一挂破脚床的呢，啊，真奇怪，无分是非啊。所以我定定咧讲，即马台湾哪有啥物是非无啊啦？唔管你红，啊，红啊，但即句，但向我要讲，哦，青红皂白就对了，哦，就无咧甲你分啊，就对了，啊，当然个个安慰啊你。那么伊吼，甲阮讲啦，就是陈水扁甲因讲安尼啦，伊讲总统对这个代志吼，是啊，无影无迹的啦，吼，自始无有的啦，伊的这个指控安尼啦，啊，当然嘛是爱安尼讲。哦，对唔对啦？佫想下知，啊，若无伊是安尼讲判刑坐监，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想嘛知影，伊就讲冤枉的你，哦，对唔对啦？拢是国民党诶，啊，尾时阵安尼堆杀的啊，啊，拢安尼讲啊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我定定咧讲哦，即马都分号拿捏啦，无咧分黑白，即马社会国家就是拢安尼。那刚才我定定咧讲诶，这个红中球红得好啊，吼、哦、对唔对啦？你甲看，哦，我不是咧比比这个例，啊，你甲想，迄媒体拢一面倒诶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刚才我阿宏头一个我反对，头一个我反对，我头啊都反对甲尾啊，因咧讲诶我都拢反对，我甚至我拢这个代志。我都怪罪安怎安怎，结果有诶咯，毋是吼，媒体安怎都安怎，安尼都伫咧啊。所以我感觉即种吼啊，无怪啦。台湾诶即种社会，伊讲哦，伊即袂调想轻生伊诶即个念头，啊，甲恐慌安尼啦，吼、哦。那么甚至诶时阵安尼啊，想写伊诶即个。为师安尼啦，啊当然啦、啊，啊你做唔对，人都甲你哈，甲、啊、你检举，甲你去判罪，当你见笑啊，对唔对？啊无多人自强啊，哦，人讲涂骹无空呢，涂骹若有空，都要两厘米啊啦，对唔对啦？啊当然啦、啊，自杀你是假的啊，自杀，我、哦、对唔对啦？啊，干若要死唔较紧，对唔对啦？嗯。什么咧写遗书咧抗议？
那么根据陈教授伊伫咧讲安尼啦，伊讲好不容易吼，倒来厝诶来疗养，法院嘛同意停止啊来征婚，啊无法度啊，因为即马大家都受注意即个什么啊，即个民什么啊，对毋对啦？嗯，啊，所以说嘛，政府嘛无法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大家都要抗议，大家咧迄落个啊，哦，面吹就对啦，受注意面吹哩，啊，啊，那么民进党曲个孙安尼直接进行党同志的即个征婚，啊，甲另结安尼啦，哦，你个想，所以嘛使讲吼。当然，国民党因为败类啦，对不对？民进党嘛是有败类啊，啥阿扁啊，这种就败类啊嘛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奇怪咧，啊，大家唔认错，啊，伊明硬拗啊咧，那明明都有这种罪，大家讲是冤枉啊，啊，你想啦，所以我讲社会都无正义啦，无是非啦，对不对啦？无黑白啦，啊，都哪个劣安尼哪样啦？好，讲到这就来结束。其他的几位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，无所不谈。来收听阿宏一首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
咱好心的相。